来哇，他的袜点好强哦！他自大学时就受到宪哥的青睐，什么？可以邀请他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哦？什么？不会是贱内来了吧？这位也不是等闲之辈哦。讲起他，我告诉你，能歌能舞，同时他还是这个Ballroom Dance 的世家哦，嗯，没错。爸爸听说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国际标准舞的这个协会的会长啊。那他们加分题，我刚看了大字报，腿差点软掉。慧婷要跟我跳论吧，佩珊要跟我合唱屋顶。为什么会喘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屋顶我从一楼爬到16楼来喘。接下来要介绍这一周啊，我们有两位要出来挑战的。哦，这个很大咖的，厉害厉害！先邀请第一位，好吧，来。哇，他的袜点好强哦！他自大学时就受到宪哥的青睐，什么？可以邀请他担任演唱会的嘉宾哦？什么？不会是贱内来了吧？Ladies and gentlemen， 欢迎李慧婷小姐出场。哇哇，九头身哎，石头身，你那是什么腰？石头身。对啊，身材怎么那么好？你从里面走出来，你是主角，你要慢慢出来。你怎么走出来？刚才讲的阿东被给播完了，他一步是我们的单步啊。这一次听说带来新的舞步在，他带了新的舞蹈，也带了新的舞伴。哈，终于把那个家伙甩掉了，是吧？带来的是司门，一起来欢迎司门老师。司红，司门，司红，司红，司门，有边念边就对了。一起来欢迎司红老师。没看过，第一次来哈。今天这个节奏真的让观众朋友大家这个大开眼界，没有三两三他不可能上梁山啊，没有三两招他不可能来这里不打自招啊。接下来欢迎慧婷司红带来的恰恰。说了，各位看完他们的表演，连评审都在鼓掌，有没有？各位请登上卫冕者宝座。恭喜！那个想出来唱虾的那个可以不用来了。谢谢。慧婷已经跳那么好，还有人要来跟他对尬的，是个才女，简直是不要命的。我跟你讲啊，只有一个人能赢得了他，在我的心目中，谁？菜头老师。什么老师？因为他的表情是很厉害的，然后最近他学了一招林崇模的，有没有？完事八拳。我告诉你，今天有人要跟你们挑战，会不会觉得紧张？
希望知道他，看看他的样子。是吗？我告诉你，这位也不是等闲之辈哦。讲起他，我告诉你，能歌能舞，同时他还是这个 ballroom dance 的世家哦。没错。爸爸听说还曾经是我们这个国际标准舞的这个协会的会长哦。是这样子。哎呦，那这还真不是吹牛的，你知道吗？好，一起来欢迎佩珊出场。今天这个比赛真的紧张了，就真的紧张了。你们俩在比腰戏的吧？你刚有稍微看过慧婷的舞蹈吧？有啊。有没有吓一跳？我是觉得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的 style 啦。那有说有，你知道有年纪的专门来打时光，攻击年龄了。女人最忌讳就是人家说我们有年纪。没错。对。有多少年纪？二十好几了，宪哥。二十好几，那你也是二字头的啊，你这个。二十还是有分哦。二十一和二十九吗？你难道看不出来人家这叫徐娘半老，风韵犹存吗？还有叫娘啊，娘啊。好好。论资历的话，我当然是比不过啊。是啊是啊，舞伴今天也要精挑胜选过。是的，万中选一呢。这位听说是不得了了，对，他本身在舞蹈界也有小有知名度，对不对？叫做是学正老师。哦，还真没听过。欢迎学正老师。哎呦，厉害！老师好。来来来，老师，哎，楚河汉界，好吧，这个要分开的。这当中啊，跳国标舞当中，我觉得他最适合演什么，你知道？演什么 ？Vampire， 吸血鬼。加一件披风，等一下，月，一二三，月，好了，打丑化人家，这样你们两个还跳得下去吗？是有一点难度。你想要帮慧婷，也不是这样帮的。你会不会跳一跳，绝对跟吸血鬼在跳？你会不会跳一半，突然间往脖子一咬？难怪我觉得这两天贫血特别严重。会帮你处理过了，他们想赢你门儿都没有，现金都没有。对，像话吗？两位准备什么节奏？我跟你讲，什么都好。如果他们选到上把，那他们就死定了。你们今天选的节奏是什么？上把，死定了。好，来来来，两位请准备了啊，一起来带来这一首上把。真的是世家出来，动作很漂亮。没有，我说叫你说加油了。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哎呦！哎呦！哎，节奏分明。Oh my god！ 哦，电臀耶！哎呦！上吧！哎呦，哇！掌声鼓励！今天真的是难评，为什么？这一套衣服，两个人节奏是不太一样的，节奏不一样，这很难评。你就慧婷，你看完他们表演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错啊，但是如果这是他最好的表现的话，那我想应该要再加强。好了，笑里藏刀的。来来来来来来，帅哥你也讲一下。我觉得很好啊。啊？我觉得很好啊，只是有些地方可以再改进一点。哦，哎，你不要动。你小偷。不要动，不要。姐。你嘴角有一个蚊子，我帮你。你是 OD 啦，那个是蚊子，真的蚊子。蚊子攻击呀！哇，那蚊子叮了他二十年。
潘，我觉得很棒，我真的很希望能够像他们两位老师跳那么好。哦。而且他一开始开场，哇，那个就很震撼，很有气势，对对对对对。然后抖肩的那个动作。啊，来来，执行执行执行。我觉得那个佩珊的舞感很好，他本身的肢体语言就很丰富。是我第一次看到佩珊跳这么棒的国标，很辣，对不对？超辣的。而且大家的说法都是很正面的。佩珊，你到底是怎么样把这个舞蹈？佩珊，开始开始，那他们加分题，我刚看的大字报腿差点软掉。慧婷要跟我跳论吧，佩珊要跟我合唱屋顶。慧婷，你确定这是加分吗？啊，那可能是扣分，有可能会扣到一点哦。但他敢跟我唱屋顶，那胆子够大。屋顶很难唱，对啊，拜托，温岚的歌声呢？拜托，那我就陪你跳一下论吧，好吧？好，大家讲好，不准笑哦，好吧？笑的马上抓住，因为笑的后面，不是笑你，你们特别注意哦，不要。新专辑叫什么名字？嘻哈甜心。哦，五鬼运班的，哎，不错，五鬼班运。不要喊他，快跳你的论吧啦！好了，还有我好紧张，那我们就来了，好吧？要酝酿，要酝酿，来 music。好歹跳到副歌吧。魔术师带着那个助理小姐，对啊，那个阿咪老师应该给的音乐是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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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见鬼了，我们还跳不到那个，跳不到副歌哎。跳不到。不过他的那个肢体让我们感觉到啊，他那个跳起舞来那个热力。对，慧婷还是漂亮的。宪哥，你不要担心，应该镜头都只有带慧婷。对，没有带到。真的吗？这是很好的表演，对。好了，那我陪你唱一下屋顶啦，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，没有前面老师加分题。为什么会喘？你知道吗？因为屋顶，我从一楼爬到16楼来唱。半夜睡不着觉，把心情哼成歌，只好到屋顶找另一个梦境。好喘哦。悄悄关上门，带着希望上去。哇，还有原来是不同的梦里唱出的那个人不就是我梦里那模糊的人？我们有同样的默契，用天线排成爱你的形状。对不起。
起，对不起，我只是逢场作戏。人来了，我总不能把歌唱不好啊。那这已经是我唱最烂的一次了，好不好？这个谦虚了。对，论吧，跟我跳训跟嘶吼跳，那就厉害了，好不好？你们两位好好真正的跳一个论吧，我们看一下。好，来欢迎他们两位，掌声给他们鼓励。感觉起来像恋人一样，你怎么知道他们不是恋人？逢场作戏吗？是什么话？真的是。看完这个，我想你们两位应该先整理行李。哎呦，还好啊。你看，宪哥，你要知道，我既然是才女，对不对？哦，才女。国标舞只是我众多才艺是吗？金山一角。那门口那个全民计程车在等你们。没有，我刚刚说这个街舞啊，真的吗？对啊。一定就是高难度到底，这个难度真的，我们两个这次都很慎重，是吗？真的。好，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咱们直接就街舞来一下了，好不好？挑战一下，来来来来，欢迎佩珊。Oh my god! Oh yeah! Woo! 哎呀，很可爱哎哈！
哎，跟我们以往看的街舞不一样。哎，跟我们看以往看的街舞不一样。老师啊，以往街舞都让货踢，好像要踢死狗一样。老师，你先讲，今天这个是慢的街舞的。对，是比较慢的。哦，对，有一点 Q 的感觉。对，很可爱的感觉，全是那种感觉，是那种比较可爱的，不是像那种平常街舞是那种比较活泼俏丽的感觉。对，很棒，很棒。哎，来，他们有韵味哦。啊，是吗？对啊，我觉得这样今天很难评哎。尤其当中那个有没有这样？对，你不要扭，拜托宪哥。而且因为宪哥我们在后面做那动作真的很酷哎。对，你要帮你。很累耶，其实。那个叫什么？你知道吗？叫什么？白蛇出动。白蛇。蛋老师怎么样？好可爱，而且感觉好像两个小朋友在跳舞。今天这是夸奖吗？就是很可爱，包可爱的意思。各位夸奖吗？现在马上进入要公布我们优胜队伍的时候了。哦，一边是友情，一边是爱情。是什么？对啊，这两队害我们都不知道该怎么样做选择，怎么办呢？倒数五秒之后，马上介绍我们今天的优胜者。到底是我们李慧婷呢，还是我们这边吴佩珊小姐呢？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优胜者就是我们李慧婷小姐。没有没有，佩珊，但是有一句话宪哥要讲一下，因为佩珊，哎，佩珊，我跟你讲啊，慧婷这边她是一个。专业的舞者，你已经会唱歌，你要听他唱歌，你就知道上帝是公平的。那入手法不会接的，会唱歌好不好？今天没有跟宪哥唱歌，整个输掉。那是什么话？他们两队都跳得很好，但是因为佩珊啊，她的专业在歌唱嘛，然后她今天带的舞蹈又是分开的比较多。其实拉丁舞国际标准里面，其实真正可以秀出技巧是在接手的时候两个人的默契。对，所以虽然她本身的肢体丰富。语言非常的丰富，但是因为可能技术上可能就看到比较少。重点来了，比赛很好看就够了，真的要给他留点颜面，不要自己走出去多难看。对呀，对呀，不然我们走出去好了啦。没有说这干嘛？一起做 ending 啊！两队的表演真的让我们非常欣赏，真的很好看。还有我们这个嘻哈甜心多可爱是吧？好，给他们加油啦！休息一下，继续回到我们的齐天大圣呼声。